现在已经很晚了啊，感谢你等着我。这是一档由金世缘酒业独家冠名的一个大型的公益节目，名字就叫等着我，是个找人的节目。感谢我们做了那么多期，那么多人帮助我们，感谢你们，感谢现场的每一位朋友。好，接下来我们请我们今天的求助嘉宾上场，有请。天哪！天哪！马未都同志，你是来换我的吧？也穿得这么帅，我俩一个县的，于是健，你知道吧？我们俩一个县，这是我们县最难看的人，眼睛最小的人，你这承认吧？我们县里长得最好看的人。那倒也不是，我们县就是，眼睛最大的人，也是最难看的人。我跟他金鱼眼。对，我跟他是这个。真正的老乡，我们俩两个村都离得特别近，但是我们现在确实没有像你这么有文化的人，就是也没结成婚，就是。你找谁啊？这个我找的这人是43年前的人了，啊，我这个岁数已经很大了，因为，刚才给我别麦的那个音响师管我叫大爷。哪个音响师？什么眼神啊？以后咱们就改这种工作作风。我这大爷都来找人，这个我觉得每个人人生中都会遇到各种人，但是有的人呢，在你生命中就划过了，但有的人你让你永远的记着。我今天呢，能够在这样的场面，就是说话不紧张，在多大的场面都可以去说话，源于我第一次要走上这个舞台。我第一次走上舞台的是一个非常偶然的因素，是一个专业的话剧演员把我带上了舞台。那时候你多大？那时候我14岁多。天哪，你这不是老艺术家吗？对对。哎呀，比我上舞台都早。天哪，14岁你就上舞台了？对，我14岁的时候在黑龙江空军的武器干校随父母去的，当时呢是普及样板戏，你很清楚那一段历史。然后呢？我14岁的时候就长这么高了啊，我就1.78米的个子，是我14岁长的，后来不长了，不知道为什么就不长了。正合适，你上台就是男主角，你那意思？不是不是，这个我上台就很按今天的话，对，那是最小的龙套了。他跟我说呢，你愿意不愿意跟我去演戏？我在那之前就没有上过后台，我觉得后台是个很神秘的地方。所以演戏在后台演。对，后来我就说我愿意。然后我就跟他去巡演去了，巡演。啊，在东北的林区，是巡演，因为我那角色比较好演。你演谁啊？我第一个角色呢，这里肯定有对样板戏很熟的人。就第一场呢，这个我第一个角色很有意思。这个角色呢是《红灯记》第五场，痛说革命家史。这个奶奶，你听我说。对，就这场。你演谁呀？我演谁呀？我得慢慢说啊。有一个卖木薯的进来了。啊，对。他这个让李奶奶识破了。然后李奶奶的台词说：“铁梅，快快把信号接下来。”这时候呢。李玉和一开，这个李铁梅一开门，李玉和一步就跨进来了。李奶奶的条手落地，台词是这样的：李玉和说：“妈，出事了。”李奶奶说：“外面有狗。”我就演那狗。我这时候有台词吗？那个没台词啊，没台词。为什么叫你去上去？他就觉得我闲着闲着，那人反正也不是太重要，就不就是外面有狗吗？哦，这是你生命中第一个角色。第一个角色。这个引你上的这个老师叫什么名字？栾景全。栾景全。当时是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话剧团的演员。你在这样的团里以这样的角色混了多少年？混了有1年多。这是发工资还是管饭？什么都不管，就是管饭啊，管饭，就是跟着玩。你就为了跟着玩，跟着混口饭吃。混口饭吃。14岁的少年可以理解。那你说的这个栾老师就这么放着你？对啊，他有台词儿，他有台词儿，比如说，
他演特务甲，我是特务丙，是吧？他说，你比如痛说革命家史，还有一场李玉和带走以后，这个特务甲乙丙就冲上来了，甲就说站住，回去就搜，然后我就迅速跑里屋搜，搜出一本黄历，对吧？于老师很清楚吧？我出过事儿，出过天大的事儿。他告诉我，一进屋，那黄历就搁在那儿，道具搁在那儿，你默数一二三，拿着这个黄历转身出来，这节奏就对了，然后翻两下一扔就走人，对吧？每次都是这么演，一点问题都没有。但突然有一天，我一进屋，那黄历不在，道具没搁，我就出了大事了，因为我没有任何经验啊，我就转身就做礼物，我就不出来了，我根本就不出来。我认为这错误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是道具不把道具搁在那儿，然后我不出来底下就炸了，我就听外头轰轰轰就特响，越响我就越不敢出去了。我索性就在后台待着，我不出来，因为后面没有屋子嘛，就是后台嘛。最后，栾景泉跟我说了很重要的话，是我第一次听说这样的话。那时候我14岁多，他说：“我告诉你，救场如救火，说你无论如何要出来。”我当时不懂，我当时并不懂，我说这我还在掰扯呢，说这事儿不是我的错呀，是道具不把这本黄历搁这儿，我怎么出来？我没有东西啊。那么，从那以后我就落下病根儿了，就是那黄历我就不敢搁那儿，我搁在袖子里，每回呢都搁在袖子里，看一看在这儿。进去以后甩出来一二三再出来，最后上场前永远是这样，不停地看袖子，就是落下病了，给吓着了。那这个栾老师还是很有责任感和对说话你还是很在乎的。对，所以他跟我说的就是，他其实都是不一定说是像很正经的去教你啊，不是，而是就是生活中告你，我当时就算是一个孩子，我管他叫叔叔，他是解放军叔叔，他只大我个13、14岁，我记得那年他28。我现在见他，我们俩的年龄就会越来越近。可那时候我觉得那就是仰视的，是个解放军叔叔。你跟他分手就是在剧团这一年多之后吗？还是对，1971年的1月份、2月份，我离开了东北，就回到了北京。后来这当中你们没有任何联系啊？没有，我找过好多回。就是我因为空中文团很容易找嘛，我碰到过很多人，我去打听，他们说不知道，我说肯定是你们团的，怎么会不知道呢？那儿东北回来没回团里，那还是你记错？我不知道，我不会记错。然后呢，我又通过人找，就是我在前一段时间还找，他说这个人在20多年前就转业了，他给了我这样一个回答。为什么非得要找这个栾？他给你什么样的影响？就告诉你救场如救火呀？我觉得他是让我在那个时段年轻的时候啊，10几岁的时候，思想最不稳定的时候，他把我领上那个舞台的时候，我知道人生有另一个角度看待这个世界，这个是我成人以后回想的，所以我老想起这个人。我来之前哈，我一算43年巨久远的，将近半个世纪，那这个人我一直记着，而且当时空中舞团好多人呢，我所有的人我都想不起人名，我就想得起他，我连印这个就是有这个印象，但是就是没有再没有任何机会再碰到。如果栾老师我们帮你找到了，他就在这里边，但是哈也有可能找不到。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不至于。我1969年的1月23号去的东北。对，1969年1月底。那你栾老师，我问你啊，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第一次在电视上见到这个马未都，就是当年那个14岁的马未都？我对他还是比较关心的，那他的一些电视节目啊，一些讲座呀、也都是经常看。说实话，我心里非常激动，因为什么呢？我想，卫东现在是个大忙人，他能够还能想着找我，还能想见见我这老头，说实话，我心里特别的感动。我们的家人也都特别感动。您身体啊真好，我身体啊，
我身体你这基础病都有，但是我也有基础病。今天见着自己就特别兴奋，所以我们全家都来了，都是你的粉丝。嗯，我本来那一块来见见，全家来一块来见见。这可是一个代表团了，真的吗？多大呢？在哪儿呢？哦，在这儿。哦，这老伴儿，这有这个儿子，这是我的老伴儿，女婿还有侄子。我们都好久不见了，青春都散了，曾经的知心朋友。欢笑已逝了，美好褪色了，什么都不能拥有。原来我们像是气球，城市到处却说不出口。亲爱的知心朋友，陪我走走。哎呀，我今天特别高兴。好，就这样，他们下去叙说。啊，我觉得就是这对我们人生来说是个很神奇的事，40多年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经历的。好，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请。我叫卢桂雄，我今年24，来自福建莆田。我过来这里的目的是为了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我其实心里很想问我的父母说，当初是他到底是他们不要我，还是说没有看好我，被人家给骗走了，是因为什么原因把我弄丢的？有请我们的下一位求助者上场。李敏老师好。为什么手这么凉？今天有点紧张。紧张哈？你多大了？今年24。24？哪人啊？福建莆田。福建莆田的哈。对。你找谁呀？我找父母。找父母？对，我等于是三次拐卖吧。三次被拐卖？就等于相当于一块，等于三次拐卖。第一次被拐卖是多大？94年。94年那时候你多大？那个3岁。他家里没孩子？有。有男孩女孩？他那个有两个女孩，然后一个男孩。一个男孩是16岁的时候出去游泳被溺水。然后过了两三个月。你过来时候就他们家就没有这哥哥了。对，然后才抱着我。你在他家待了几年？3年，待了3年。待到6岁。对，6岁。他自己又生了一个儿子，然后就把我又卖给别人，就是这样。又卖给别人了？6岁你应该记事儿了吧？那时候记得。这家是一家什么人？他就是家里有一个大我2岁的姐姐嘛。他可能就是说也找个男孩，等于说要我长大要跟我姐姐合成一对这个样子。就是买一个女婿。对，就是娶他们家女儿。姐姐比你大几岁？2岁，说是2岁，但是我送过去的时候是6岁，然后他就是看我姐姐比较大哈，然后我第一任养我的父亲就把我的名字说成8岁，然后就是说差距比较小，没有，我把我说成8岁还小了我姐姐2岁。你什么时候知道你是作为女婿被买到这家？因为那时候7、8岁过去。差不多13、14岁的时候吧，邻居呀、或者一些比较都说起来了，都会调侃一下。那小女婿他们应该很重视，让你上学了吗？上学了，对。是吧？上到多大？上到初中。初中。你一直在你家过得好吗？那说好的话也不能说好，那也不能说不。我父亲在08年时候过世。过世了，他找我的就是说，要我跟我姐姐在一起嘛，08年，这是18岁，18岁，他违反婚姻法呀，18岁不允许结婚。他不是说要结婚吧？就让你们俩住在一块儿。然后就是说合成一块，给他，就是说组建一个家这个。你喜欢姐姐吗？不喜欢。他喜欢你吗？根本就没有那种感情，没有。他也不喜欢你，这都是父母。我父亲过世，然后我母亲说，比如说，喜欢完成我父亲的一些遗愿这样子。
他们具体都还有做法吗？比如说把你们俩逼在一个屋子里，关上门，锁上门。那个倒没有，就是说，叫我那些亲戚啊、叔叔姑姑叫他们一起，然后就说一个一个的整，然后就说先把一个弄答应了，然后再整下一个，然后就是恶狠狠的说，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说拿什么我。就是说啊、哦，我养你呀、啊，保你呀、啊，养你这些年，你必须得这么做，你必须得这么做，听他的话，听他安排怎么样就怎么样。你不说你被拐卖了三次吗？对呀、啊，这是第二次吧？这是第二次，那第三次是等于自己要，等于为了生活所迫嘛。那时候因为我养父抱养我回去，没有给我办户口什么入户。哦，就你是黑户，没有任何户口。对，那时候我是已经离开养家了，已经分亲了，几年没回去了。后来那可能是因为我自己家里没有联系，出去了，一个人出去的嘛。在这社会上，那可能没有户口本，你去外面找身份、找工作，找工作什么都非常处处碰壁嘛。对。甚至有时候，过年时候或者过节嘛，都是。一个人在宿舍。决定离开这第二个家，跟他们家人说了吗？说了。说了，他们让你走吗？是他们让我走的。为什么？你不是他们家女婿吗？他怎么能放你呢？就是因为不肯嘛，他觉得说不听话。不听话。然后自己就什么都没拿就出来了。出来以后去找工作嘛，什么都难。租的房子，还要借朋友的名义去住。没有身份，还没有钱是吧？这个编导说啊，说因为没有身份证，就是你现在有一个很好的女朋友，人家想给你建一个温暖的家。但是因为没有身份证办不了，有这事儿吗？那是一年好像有一个女孩子，她是觉得说还不错，就想跟你交往这个样子。然后我就回答她，我就说我什么都给不了你，说到时候我会耽误了你。因为我以前在很早的时候有一次在网吧上网嘛。以前上网不是用身份证，是用网卡。然后在那上网，有一次查那个外地的什么暂住证啊什么，然后就查到我。然后我用本地话跟那个警察说我是本地的，我就上个街，我当然没带身份证啊。然后他那时候比较年轻嘛，头发又染的有点黄黄的嘛。然后他就说，看你头发染成这样就不是什么好货，身份证拿出来啊，要么就是跟我回局里。到时候如果证实了你是清白的，或者说你没有前科，我就放你走啊，有什么。然后进去之后，我因为我没户口，我害怕第一个上去嘛，等所有人都验证完了我才去。然后他问你说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卢桂雄。然后他查一下没有这个人，就是这样。然后他就说，那你要打电话给你亲人或者家人，让他过来保释你。你现在里面待着啊。然后我打电话，那时候我是打给的我的叔叔啊，他们有接到电话，就是没有来保释。他们认为说你不听话，现在走了，肯定在外面犯了法被抓了，就觉得说就抛弃你了，就感觉说不信任你，我肯定做流氓的这个样子。然后趁的时候，我就很想找父母。在监狱里待了多长时间？看守所15个小时。你看，因为没有身份证，对吧？所以亟待解决这个问题。第三次什么时候卖了自己？就等于有一次我那有一个朋友，他介绍说他家就是说他家姑姑嘛，就只有女儿，然后说他不是要女婿，他是希望有一个儿子，愿意要一个儿子。对，就是说等他以后有孝顺他们啊，就对家好就可以。然后说问我说愿不愿意，可以给你办户口。对，他就是说我那时候我是只说我没有户口。没有户口，他买的孩子办不了户口。
对，他刚开始是说先过去看、啊、先过去看，对，如果你愿意待在我这里给我当一个儿子、啊、嗯，这个户口的事情我们给你办，给你办，对，然后后来、哦、后来经过两三天了，他可能经过别人家的说啊，邻居什么说啊，这么大一个人不可能没有户口啊，什么是不是骗子、啊、骗人。那你从那时开始就流浪了吗？对，我从2009年就出来，这样的生活过了几年？四年。这个时候想过找自己的亲生父母吗？对，想过。2011年的时候，中秋节啊，或者说过年，我就很想。家里什么事儿都不记得了吧？不记得。爸爸妈妈叫什么也不记得了。不记得，我只是问我第一任养父，他说我抱怨我回去的时候，有问我叫什么嘛？他说我的回答是叫孙亚军，今年3岁。他原本是不肯告诉我，他觉得说告诉我，我都要去找了，对不起，也不记得家里有兄弟姐妹。有他，他前阵子跟我说，他说我那时候自己。讲的是普通话，3岁的时候讲的一点普通话。他说，我妈妈是在机场，市场杀鸡卖鸡的那边，所以、那个、然后说，我自己说家里有一个姐姐叫亚婷还是亚萍。哦，在哪个城市？他没告诉你？没有，他也不知道。陈主任，那这个办身份证这个应该好解决吧？这应该的，他是一个中国公民呢。他是这样，他孩子被拐之后啊，他孩子被拐之前都是有户口的。如果找到他的亲生父母，他这个户口那当然就是没找着的情况下怎么？但是没找到呢，是按照规定啊，是被拐的孩子是不能落户的，因为他这个来源是有问题。当然，像他已经长这么大了，这个确实是应该特殊情况来作为考虑啊。这个我们给你们组织上提一个意见，当然是想找了，你找到，问题是找不到啊。找不到像这样一批孩子，真就寸步难行，还发展什么事业，连门都出不了，上飞机上火车全都要身份证，本来就够不幸的了，你要被拐卖这那的，最后那连个社会身份，小家不要大家再不要，你这怎么办呢？这个因为全国政协委员他有一个职责，就是要反映社情民意。对呀、啊、我可以帮你反映。你下次的下一届明年3月3号你就做这个提案吧。再有一个呢，你一会儿啊，把你的那个情况给剧组留下。好，我也给那个通过我们这个反映社情民意，向通过政协系统啊，向福建方面提出你的问题，好吧？好，谢谢。今天你来了，你知道哈，如果你的亲生父母按照你的线索能够找到，他们就会出现在这个希望之门里。啊，不知道。你会很幸福吗？那肯定，我也希望有一个温暖的家。如果没有了，你有准备吧？有。应该坚强点啊！你注定了，老天公平，记着阿姨说这话。孩子，我们看这个希望之门，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那么多年委屈你啊，没没管你们管好。我想你了。大哥，我来问问你。
看清了吗？这是儿子吗？是是。他几岁丢的？4岁。4岁。2个月。4岁2个月。你还记得是怎么丢的吗？你把他放哪儿了？丢了。我们在这买火鸡，这么忙，梦想也找哪都找不到了。你看他还记着机场，卖机场。在大营坡。生意不？你们是哪个省啊？我们贵阳人。贵阳。跟妈妈真是像。因为昨天他们的 DNA 已经出来了，证明他们确确实实是亲生的，是一家人。谢谢，谢谢。非常好的结局，谢谢。好，谢谢大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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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老师。按照程序走吧，我应该问说那个你儿子丢了以后你们父母去找了吗？后来我都懒得问这样的话，这还用问吗？他除非他父母是个傻子，父母找了绝对疯了，而不是像他们后来遇到说大了点了想起找父母，父母从儿子丢的那天开始就没有一天停止过找，这就是父母和儿女的之间的差别。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我是一名来自中石油长城钻探伊朗项目部的工程师，我来咱等着我项目找我失踪10年的妈妈。还拿一束鲜花来。倪飞老师您好。给谁鲜花？准备给我妈妈。是来找妈妈的？是。为什么穿这么一套工作服来找妈妈？因为妈妈失踪的时候我还没有工作。还是手心儿朝上，然后妈妈就挺担心我这个工作以及前途，然后我就希望她能看到我现在已经，成长起来了吧。哪年和妈妈分开的？2004年。2004年，10年了哈。对。妈妈丢了以后，那时候你在哪？在上学还在工作？当时我在重庆油田实习。在实习，马上还有一年就毕业，就到我毕业了，就到我照顾他。怎么知道妈妈不再丢了？因为每个月的月底，和月中我们都打电话，基本就是报个平安，报个平安。然后正好2004年3月18到3月25连着一周，我给他打电话都打不通。然后我就告诉我，舅舅，因为我们一直只是跟父亲。分开以后啊，就是跟我姥姥家这边联系的就比较多。从小跟妈妈一直长到你说失踪的2000，从9岁。9岁开始跟着妈妈。对对对。那9岁之前你跟着谁？父亲脾气不太好，然后对我这个家暴比较严重，经常是。对你家暴比较严重，就打你。对。打到什么程度？5、6岁的时候一打耳光就是20来个。20来个，5、6岁。嗯。那还不打翻在地啊？没。哎，你还挺坚强的哈。妈妈那时候在哪儿啊？妈妈也在身边。在身边，你妈妈就让你爸爸打你？他护着完就打他，所以到后来就是坚持不住了，他们就分开。等于是爸爸把你们俩娘俩打走了。对对。打哪儿去了？当时，是90年的事儿，然后就是带我去姥姥家。姥姥家。等于你逃离了巴掌哈，跟着妈妈过上了很幸福的生活吗？当时也不太幸福，因为紧接着92年妈妈就下岗了，就生活来源就是比较不行了，比较难啊。主要那时候你上几年级了？2年级吧。小学2年级。嗯。那要是你妈下岗了，这学费都困难了哈。是，她就是绞尽脑汁的为了供我上学，然后就是干了很多很辛苦的工作。初中的时候，因为冬天北方的冬天比较冷。那时候妈妈赶早市卖这个，咸菜，然后这种咸菜吧，就是她得是每天就是白天晚上腌，头一天晚上腌，然后白天还得准备，这种准备工作得做1个半点到5点半，然后需要连那个三轮车去找事儿，但是一个人。你妈说的还是看着你妈早上腌咸菜？当时我也在，就我们俩在一起然后5点半的时候，我也就是也起来了，起来帮他连这个三轮车，
因为北方的冬天特别冷，就冻你手一摸这个铁呀、啊，就把有的时候粘上了，就粘掉皮了，粘掉皮了，我也好一点，但是我妈妈就比较难过，因为她是做闲着的，这个破皮的手啊，她得插在这个闲着这个水里边。这是专业的疼啊，就是等于是撸了一层皮了，你知道吧？按理说这绝对碰一下食指沾酸心呢，但是还得下在咸菜缸里，咸菜缸是什么？咸的腌的，下在缸里才能得捞啊，那就是钻心的疼啊。然后他也没做什么处理，就是用手用那个胶布缠的嘛，都是满手都是胶布。然后每天早上我还送他到那个胡同路口，当时心里特别难过，就想好好学习，然后好好报答的。嗯，光想好好学习，真好好学习了吗？初中之前挺好，高中之前，高中之前我是念上了，就考的、考上了重点高中。重点高中、大学考哪儿了？大学考的是重庆科技学院。那也不错了。你妈妈满意吗？还行吧，还行吧。小的时候上大对上大学之前，妈妈一直跟你在一块儿。2004年，十年了哈。对。怎么会分开了呢？什么原因啊？当时是2004年3月26号，一周的这个没联系上，家里就报警了。报警了，警方就是发现他临走之前呢，这个通话记录是与就是盘锦的一个张某联系的。可以找这个张某问问，问了吗？很多疑点都是指向他这个人，因为近半年都是在跟他联系，然后包括失踪当天也是他从早上五点多就开始一遍一遍电话打，就喊着走，就是让跟他走啊。这个张某是妈妈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呢，还是说情感上的一个朋友？生意上的认识的吧。他俩合作啊？对，这半年一直他的电话，失踪那天好多电话，那警方调查他不承认。这警方没有给任何有价值的线索，也找过这种私家侦探，就是一起帮我分析分析，但一直没有任何消息。你结婚了吗？结婚了。结婚了，你妈都不知道吧？是啊。但这你妈应该是最幸福的一件事儿。对对对。有孩子了吗？有了，今年1月份添了一个儿子啊。这必须得找到你妈。是。9岁含辛茹苦把你养大了。你刚才觉得难受的就是你想报答他，找不着孝顺的妈了，是吧？对。没地儿孝顺了，是这个意思吗？那不是没地儿孝顺，那因为感情不一样。就是心里想着，那你。你媳妇儿知道你心里有这么大的结吗？知道，但是不总跟她说。不跟她说。但是她比较支持，她比较支持。她比较支持。啊，就她告诉我有这个等着我这个。她告诉你的。和你一块儿来了吗？来了。我们能请她上来吗？可以。可以哈，好，来有请她妻子。你好。找了个好老公啊，我一向觉着有情感的人真的无论什么方式我都觉得是个好人，无情未必真豪杰。你看其实你老公命也挺苦的哈。是是。你看这个母亲，这影响你们的生活吗？我觉得这段经历让我老公特别坚强，然后也让我感觉到我老公特别有情有义，一直在为找他妈妈在努力，还坚强呢。在台上好，你老公哭起来特别吓人，五官乱挪位，我都受不了他这样。我知道，因为我老公就是平时没有把这面就是说
展现给我们，是吧？在家里没守着你哭过。对，他无数次的跟我说过，老婆，我梦见妈妈了，妈妈非说要跟着人走，一会儿要跟男的走，一会儿要跟女的走，我不知道我怎么拦也拦不住，他也不听我的，他就是要跟别人走。这样的对话无数次的，他总能梦见他妈妈，但是他并不是总跟我说。我觉得他把所有的悲伤都埋藏在他心底。怎么选喇叭花啊？因为我妈，她干的其中一项工作是赶早市，然后她的生活基本上就是各种工作吧，都是很苦，因为，在我上学那个年段吧，下岗的人就比较多了，一个双的下岗者可能养活一个家庭，在公海上学都没有勇气，我身边很多人都是这样就辍学了，但我还是得念，就是因为我妈一直在有时候打一份特别苦的工，或者是有的时候都特别苦，也是两份工。他出早市的时候，因为他没有什么时间去，没有任何的休闲活，他就赶早市，早起一会儿，绕个远道，看那个路边的牵牛花。所以，所以今天我把这个花带来，想要给他个惊喜。你老公现在做什么工作？我老公在中石油长城钻探工作，是一名钻井工人。钻井现在具体地点在哪？在那个伊朗。伊朗在国外。对。你的工作经常在空中飞来飞去吧？飞得那么远。是的。飞机老出事，你不害怕吗？我是2008年，到国外工作的。当时也是我第一次坐飞机，正好就赶上一个气流，那飞机特别小，一下就掉了几百米，飞机上就有点乱。我就在那想着，我说有点出师未捷的感觉，当时可能到下边就能照顾我妈妈了。然后再之后，我的两个同事，在2011年的时候，在尼日尔飞机失事了，这个咱们国家也都报道过，他们俩就牺牲了吧，是吧？在那之后，我就告诉我爱人，我说一旦我也有这种情况，你一定要坚持，坚持找我妈。尤其现在我有儿子，我不但要让他找下去，必须找到他。把心沉下来，中央电视台也不是无所不能，但是我们四个字竭尽全力，我都说力不是在一瞬间，我们比你还有信心的在这个平台摊开，寻找这样一位伟大的母亲，告诉她她有这么一个好儿子，无论什么情况跟我们联系，哈，大门打开，也许母亲站在这儿，那就今天这个摄影棚天盖掀了都可以。希望这个门打开，妈妈在这儿，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二位，我要告诉你们的事。很抱歉，我们在寻找中呢，也联络了相关的公安部门。现在妈妈的这个事件呢，在他们那边的定性是失踪，所以暂时还没有太多的有效的线索。不过，我想陈志勇，你也不用太着急。因为我们得到你的求助呢，包括我们寻找的时间还不是特别的长，我想我们的多种的寻找手段，包括在我们这个媒体平台上发布出去这个寻人的信息，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来等待他的反馈，是吧？所以再多等一等。而且我知道小陈也经常跑到伊朗，在那边工作，国内国外两边跑，工作也很辛苦。你回国的时候我们一起找，你在国外的时候就安心工作，把这边交给我们，我们帮你找，希望早日给你好消息。回家哭，别在这儿哭，走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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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再见。谢谢黎明老师。其实呢，我自己特别想说一句话，就是我们看待一个人的伤口，往往是我们看待一个社会缩影的一个窗口。所以更多的时候也要提醒着我们很多的孩子，不是说儿行千里母担忧的问题，母行千里儿怎么办，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及时的去知道家人的一些联系呢？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话题，往往我们要到最后子欲养而亲不在的时候，越发的去思念我们曾经到手的那些幸福。所以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联系一定要是双方向的，不要总是想父母要联系我，我应该如何去联系父母呢？当我们看到回家看看要法律来界定，然后不能够啃老需要法律来界定，当所有的东西都要用法律来界定的时候，是否我们想过我们此前的孝道应该怎样？更多的时候我们在一点一滴回味父母养育我们的时候，你才会真实的意识到，每个孩子的长大真的是比我们想象的还要艰难。好，提醒大家珍惜父母在的时光，做个好儿好女。做妈妈这件事我不会放弃，我会一直找下去，但是一个家庭的力量是有限的，我希望大家能帮帮我，谢谢你。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金士元酒业独家冠名的大型公益寻人栏目《等着我》。观众朋友，你还记得吗？我们有一期节目啊，有一个音乐人叫吴颂金，他到这儿来求助我们帮他寻找在他七岁的时候帮他引进音乐大门的一个叫杨大哥的。节目播出以后啊，好多人在帮他联系，在帮他寻找。那我们有没有消息呢？一起看我们做的这期节目。吴颂金创作过《茶山情歌》《军中绿花》《女孩的心思你别猜》《你那里下雪了吗》《我的老班长》等一大批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他来我们的节目中想找到在童年时领他进入音乐之门的杨大哥，但是在节目现场吴颂金还是失望而归。我希望还能够再等一些日子。节目播出后，热心观众黄女士打来电话，说她见过节目中照片上的杨化章，但是杨老已经去世了。
这个结果吴宋金曾经想到过，但是这消息来得这么突然，确实有点不好接受。不久以后，我们一同出发。我们现在到达的是保定东站，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根据我们观众给我们提供的联系方式，去徐水县找这位黄女士。在不知不觉的一瞬间又想起，我们在徐水的中石油物产局基地处见到了这位黄女士。养老离休后经常来她这里报销医药费，所以她对养老印象很深。为了让吴宋金了解更多关于养老生前的经历，热心的黄女士又找来了单位的马书记。养老呢，他是1933年11月生人，然后1948年呢参军。哦，1948年。1948年参军。哦，是建国前的，建国前参军的。哦。然后呢，1956年转业的，从部队啊转业到我们石油单位，最后呢到了我们这个运输处。他当年他养老的一些养老的一些的那个申请报告，一个申请。我还没有见过杨大哥的字儿，真好，今天终于是得到了他的音信。让您的愿望实现了。吴宋金还有一个愿望，就是看看杨大哥的家人。很快，这个愿望也实现了。也许你吴宋金还兑现了承诺，为养老的家人再次唱起了那首《最美的结局》，完成了他58年的夙愿。任凭岁月流逝，尽管分别有期，我真想找到你，我的大哥啊！我多想回到那童年的时光。好，接下来我们请我们今天的求助嘉宾上场。有请等着我新浪微博、江联合、人民日报新浪微博、央视新闻新浪微博、新浪微公益发布更多节目寻人线索。您可以通过中国网络电视台、新华网、光明网、百度贴吧等着我官方平台、搜狐新闻客户端以及阿里公益天天正能量平台了解更多节目资讯，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如果您有寻人需求，如果您想提供寻人线索，可以通过163网易免费邮给节目组写信。如果您有寻人需求，也可以登录宝贝回家官方网站进行登记。大概五岁的时候被拐，家有爸爸妈妈姐姐，爸爸在铁路工作，妈妈曾经坐过牢，家住在火车站对面，附近有下面悬崖，附近有一个水道，水道边上有部队，爸爸妈妈，我好像